A 级级本 ，Super 本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鹦鹉妈妈 Susan， 今天我要分享12种燃烧脂肪的食物。一、油性鱼、金枪鱼、三文鱼、鳟鱼和金鱼等富含脂肪的鱼类是健康脂肪的丰富来源。二、草饲牛肉，虽然大多数人认为瘦肉是减肥的最佳选择，但较肥的牛肉更容易消化，让你更长时间的感到饱腹感。三、牧场饲养的鸡蛋，牧场饲养的鸡蛋提供了大量的维生素和矿物质，可以提高基础代谢率。四、MCT 油。MCT 油是最有饱足感的脂肪酸之一，可以抑制食欲。五、绿叶蔬菜，菠菜、羽翼甘蓝、球芽甘蓝等这些绿叶蔬菜含有很少的热量，并且是丰富的膳食纤维来源。六、草饲黄油，草饲黄油富含健康的脂肪，可以促进脂肪燃烧，经常吃黄油可以帮助减肥。七、特级初榨橄榄油，特级初榨橄榄油可以帮助你保持健康的腰围，并防止体重增加。八、辣椒，辣椒和肉桂、姜黄、豆蔻和生姜等其他香料都具有减肥的功效。九、苹果醋，苹果醋可以避免胰岛素峰值，并增强肝脏燃烧脂肪的能力。十、全脂乳制品，不加糖的全脂乳制品，如草饲黄油、希腊酸奶、全脂奶油和奶酪，可以促进健康的腰围。十一、绿茶，绿茶可以增强脂肪氧化，并刺激储存体内脂肪的分解。十二、咖啡，黑咖啡具有抗肥胖的作用，咖啡会抑制食欲，并增强脂肪氧化。